大家好，欢迎来到上海 Community Radio。 然后呢，今天我们要采访一下就是三和大神的做这个 project 的艺术家。然后我是 Yvonne， 然后我现在想让他做一下自我介绍。好，我是 Dream， 我之前做了金融，但是后面又做了纯艺术在英国。然后我做这个主题是因为我想探寻一下这种社会阶级之间的问题，所以就来到了三河，然后在那里做了三个月的工人，然后了解了一下世间冷暖之类的东西。然后今天上海 Community Radio 找我做这个访谈，我感觉很开心。嗯，对，好的。所以俊阳之前是做金融的，然后之后去做了 Fine Art， 然后你是之前是住在伦敦？对，我一直在伦敦，在伦敦大概10年。所以然后现在回来上海了。对。好的。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可以简单介绍一下三和大神是什么吗？三和大神就是有一群人，他们在那边就是每天假装找工作，但是不是真的找工作，他们可能有些自身的惰性。然后找工作的人会做一些导游，服务员，还有搬运工、快递这样的工作。然后不找工作的人，他们就每天在网吧睡在大街上苟且过日子。对，然后三和大神这个东西，你可以说它是一个职业，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群体，你更可以说它是一个社会上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有点像佛系，也有点像之前希腊的狄奥根尼时代的犬儒主义，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更多的社会问题。然后这个社会问题是一个很中国浪漫的东西。对。然后其实我也可以介绍一下就是三和大神的背景。就是三和大神其实是第三代农民工，是吗？对对，就是当初就是中国开放市场的时候，然后这些农村的人口开始转移向大城市去那里打工，去工厂里面打工。然后到这一代我们出现三和大神的时候已经是第三代农民工，但是这一些年轻人很明显他们已经不会像他们父辈母辈那么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也好，或者是去得到他们想要的也好，就是在大城市里面，所以他们选择了这种日结工作的工作方式。对对。然后因为您在三和人才市场那边做过这样一种日结工作的生活状态，然后我想问一下说，那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是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可能就处于我刚刚说的，他们会睡大街，会去找一些工作，然后会去网络赌博，会去在网吧里玩游戏过日子。因为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他们是下一代的那种农民打工，务工人员，他们很小的时候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去大城市打工，会去深圳、广州、上海、北京这样的地方。然后他们其实每天就因为现在农村的网吧建设或者手机的普及，会让他们去更多的接触网络，然后他们会去玩游戏。在小的时候，虽然他们可能生活条件不好，但是他们接触的游戏、接触的网络世界跟我们现在大城市生活的人是一样的。所以他们接触了很多这样的东西，对他们的思想也慢慢侵蚀和改变。他们会觉得我现在身处一个农村的环境，但是外面的世界是很光鲜陆离的，我们可以接触跟外面一样的网络上的东西。然后他们也会追寻父母的脚步，去从农村到大城市来打工。但是他们对于打工的环境和现状他们其实不了解的，而且在农村父母给他们寄了源源不断的钱供他们读书，他们可能不好学习是因为
是因为那个小镇上或者县城的一些升学的学习的质量不好，嗯，所以他们只能进行这样的操作来大城市，然后他们不了解大城市的现状，不了解这个社会的生存环境是这样的，他们有自身的懒惰，因为父母给他们金钱上，但是没有精神上的东西，所以他们在大城市里就会有一种精神空虚，但是又对物质有一些追求，但是因为又是因为农村的生活，让他们对物质的需求不是那么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他们呈现的就是这样。其实我想问一下，三和大神这个词是怎么来的？三和大神就是肯定是网络上先有人去规划这个群体，给他们的一个定义。最早就有三和大神的这样的论坛，然后很多龙华打工的贴吧、嗯、他们慢慢的会一些打工者，他们会聚集到这个三和大神的论坛里，去做一些比如说生活上还有那个工作上的一些交流类的东西。然后有一个纪录片是 NHK 拍的，就是日本电视台，他们去走访了这个三和人才市场的东西。然后其实三和它并不只是它三和这个名字它来源于一个三和人才中介，但是它是一个很大的楼，这个楼上面会有个招牌就叫三和人才中介，但其实不只是三和，有旁边有比如说海星信，有其他的地方，他们也是人才交流市场，这是一个人才交流的有点像服装市场的一样杂乱的一个地方。对，然后他的供给就是这些劳务力的供给是给一些深圳的工厂，就是比如说富士康，比如说瑞恩光学，博恩光学，比如说泰康玩具厂这样的工厂去做，所以他们有很多很多的人才中介市场，这是一个很暴力的东西。对，然后大神这个东西其实是就觉得这些人已经超神的状态，然后其实里面确实有一些像中国民俗传统文化中大家会一开始去神化的一些角色，就是里面有很多标志性的人物，这些标志性的人物就成了那里的大神，去有的人去供养他们，就是他们可能每天什么都是不干，但是会有一些膜拜他们的这些精神的人去供养他们。对，而且大神也另外一面就是反映出一个他们不热爱就是不在乎物质上的一个东西，有一些佛系，有一些超人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是不世俗的世文状态，所以三个大神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当初为什么你会有这个动机去做这个艺术项目？就是什么样的动机让你会突发奇想说啊，我要去三和那边做有关于三和大神这个项目？因为我一直其实在英国读书，工作，然后我的这个社会的阶级，我不属于这个社会阶级，但是我一直对比如说工人阶级这样的东西感兴趣，所以我一直想尝试类似的工作，然后做类似的融入群体，而且我觉得比如说三和大神这个地方，因为国外没有这么多的工厂，它没有这么多劳务力的需求，所以这个地方是只有中国能产生的一个东西，它是一个特别纯粹的特别浪漫的一个中国的东西，所以在这样的地方我觉得因为后面学艺术，然后我之前又做金融，我觉得这首先它是一个金融市场，是一个供应链市场的一个操作，一个话题，另外它又是跟中国当代的一些政治上的一些社会上的因素有关，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能把因为它是一个圈子，它是一个文化，它是个亚文化，它只要人一多就会有亚文化产生，所以这样的东西会很吸引我，去想融入这个群体。对，
那你当初是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项目的？或者是你中间有没有想过说，我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做这个项目？我一开始去了解这个项目，我没有在想是怎么样去弄的。但是当我到了深圳，到了龙华，我就知道这个地方跟我想象的会不一样，也跟我看到的东西会不一样。然后我就有一种，就是因为我要融入，我要做田野调查，就田野调查是所有要做艺术，要做社会问题艺术的一个基础。所以我可能看了一些有关田野调查别人的案例。然后首先你可能要伪装身份。另外你要了解这个当地的各个类型化的东西 typology 的东西，去整合这些东西，然后塑造出一个相当于你去，就像你去 profile 一个人，你去塑造一个人的一个人格，一个穿着，还有他的说话和举止，还有同时你要去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所以我就做了一个身份的假设，就是我是一个在河南学烟花爆竹专业的一个职业学校的学生，然后我去学了一些河南的方言，然后我告诉别人，我说我这个专业现在因为全国都禁放烟花爆竹了，所以我找不到工作，对，然后就是找不到工作，我只能过来大城市试试运气，对。所以你当初要做这个项目之前，你已经先计划好了，就是我接下来说我一旦去到那边，我是要伪装一个身份，还是说你去到那边的时候发现你要去伪装这个身份？我觉得我在做这个 project 一开始的时候，我有想就是会有很多选择，我到底第一个我该不该伪装身份，就是到底是伪装身份还是不伪装身份，第二个是我的这个身份该是怎么样的，我有很多选择，但是我一到那里我就知道我该这样，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融入，因为我后面还听到了一些东西说，如果他们发现你的身份不对的话，他们就会打你，甚至因为我当时是跟一个新加坡的艺术家一起去的，他去拍照，然后被一个人拿着刀子去说这个说你是不是记者，你不应该拍我们，然后就把他送到公安局了。对，然后公安局就在那个人才市场旁边，但公安局旁边又有就比如说做假身份证卖血的中介，卖身份证的中介，卖 QQ 号微信号的中介，就这样的人，所以这他是一个超级鱼龙混杂的状态，对，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危险的，所以我才会去伪装这个身份，对，然后我很好奇，就是你对于说融入群体还是你会感到不融入一个群体，你是一个选择怎么样什么方法去融入那个群体，我刚刚是能够理解说你伪装身份融入三和大神这个群体，那我也好奇说你在伦敦的时候是怎样融入伦敦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因为其实作为亚洲人来说，我觉得我就是出到国外或者是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都会多多少少会感受到一种难以融入的感觉，就是你当初就是想问一下说你觉得说融入伦敦还有融入三和大神有什么很大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你在伦敦也需要说我伪装一个自己什么样的身份吗？我觉得其实融入，只要是在谈融入这个话题的话，融入都是一件事情，就是因为融入这个东西的定义就是你首先不是这个地方的东西，你才需要融入这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说融入这两个字的时候，它已经包括了你不是这个地方的人，你需要去假装一些东西，是，对，你或者你不是假装一些东西，你要慢慢的把自己刻意去变化成改变成一个东西，所以在伦敦的融入和在这里的融入，我觉得其实是一件事情，就是你也需要了解他们的文化，然后你要去多跟那里的人在一起，而不是跟中国留学生的圈子在一起，同时像那样的像在三河也是，你不会看到任何的
跟所谓的圈外人在一起，圈外人那里的人都是圈内人，圈内人，所以他会让你有一种融合的特别舒服的状态，而且同样因为语言又很相似，而且深圳他们没有自己的方言，他们的方言都是全世界全中国各地各地的方言，所以就是这种融入方式，而且又是因为我们就是你知道阶级其实是虽然我们不能说百分之很多程度上是可以向下兼并的，但是其实阶级在大多数时候是可以向下兼并的，就比如说你是一个来自中产阶级的人，你可以去接受工人阶级的东西，但工人阶级他们不能理解中产阶级的东西，这是一个理解力的层次的兼并，就是我来自中产阶级，我可以去理解工人阶级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融入是很顺畅方便的，而且在那边他们有些赌博，有一些黄色的东西，有些性的东西，就是我很感兴趣的东西，所以我会有更多的兴趣去融入这个群体，而且因为它是很润滑，就是很，很自然的，很自然的，很 smooth 的一个接触，所以而且他们更会因为，你跟他们说的。你所谓的假的身份就能很快的认同你是一个那个地方人，但是如果在英国在伦敦你跟他们说你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他们不会有这种身份很快的融入感，就相当于你如果是一个他们的阶级，他们就会觉得啊你是我们这里的人，这是也是你在深圳生活过你也知道，就是深圳有一句口号是来了就是深圳人，对，来了就是深圳人，就是其实它算是一个深圳的一个很小的部分，深圳是一个更大的环境，他们这样的东西也是这个更大的环境下的一个很亚文化的一个小的环境，所以他们仍然会觉得来了就是深圳人，来了就是三河人，你来到这里，你如果是个找工作的人，或者你是个假装找工作的人，你如果是个睡大街的人，你在里面网吧，只要你有这个身份的一点点的集合感，他就是会觉得你是三河人，对，所以很顺畅，所以就是相当于说其实我觉得你的意思有点像是说其实你从上要往下去融入，对，会很简单很容易，因为很多东西都是相对来说更加露骨相当欲望的东西，对，但是如果说对于一个阶级想往下从下往上去融入的话会相对困难一些，对，我这样理解没有错吧？对，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一开始我会觉得说Instagram 上面这些照片就有一些很超现实，然后我想就是让您自己挑几张然后你很想讲里面的 story 的东西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比如说这张。其实他就是一个睡大街的人，但是他有一个墓碑一样的东西，然后好像有点看不见。对 ，Kitty， 他有个墓碑一样的东西，然后他有一个被子，然后这其实还不太超现实，但是我觉得他很迷幻。对我来说，就他还是活的。他是活着的，然后他每天就睡在那里。对，然后还有哪些超现实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是一个我之前住的一个地方的上一个租客，就是那种日租房嘛，就是日租房就是10块钱15块钱一天可以睡在那里的人，然后一个东西，然后他留下来了一个充气娃娃，然后他不止搞了一个手工的一个 pump， 他还搞了一个电动的 pump， 因为他可能要个 backup， 要个 plan B， 然后对，然后他就是他其实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玛卡，这个玛卡是一种云南的壮阳的药，对，他就是会就是这些工人其实他们是很欲望的，他们会有很多这种关于欲望的亚文化，然后他们甚至还会交换这些充气娃娃，因为他们可能没有这么多钱，对，像还有这个东西我不知道
它算不算一个超现实的，我觉得它可能更像是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东西。嗯，这有点像就之前，但是我觉得单看照片的话会以为说就是一个城管或者是保安在镇压人，但是要听你的故事之后才会觉得说它很超现实。对，其实就是这些人，他为什么会魔幻现实主义，是因为这里的人他们都这些保安，这些就是可以说是特勤，就是那种联防的员工或者队员，联防队员。他们都是从这些三河大神里面的群体中去挑选出来的。嗯，然后他们会给他们工作，有的是日结的，有的是月结的。工作，然后让他们去管制那里的人，因为在那边这整个市场是很乱的。嗯，所以而且他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劳动力去管制他们，所以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然后其实这个东西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得很政治，因为在中国其实这些联防队员是没有执法权的。嗯，所以但是他们会给他们一些防爆差，这样子他们也可以很好的管制他们，而不是去怎么样去对他们暴力，就是更强烈的暴力。我觉得其实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对我来说啊，就是我觉得比较超现实的东西，就是他能够对于自己身份在一天里面可以有这么快的转换，就是他可以在一天里面说他马上把自己从一个被管制的人马上变成管制别人的人。对，就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小时候看过一部片子，就是一个动画片叫《马丁的早晨》。没有。就是有个叫马丁的人，他每天起来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人。就他会换不同的职业。其实在三河，就是你每天你想尝试不同的职业你都可以尝试，只要你早上五点九点十一点下午一点在那边等，会有各种各样的人开着车过来，有的大巴，有的是小车，去招一些这样的人过去，比如说做导游保安，还有服务员，还有搬运工，就是还有就是那快递。就是这种东西其实对于劳动力来说它是一个劳动力密集的行业，但它又不需要很多专业知识。这样人员的流动性其实他们是不在乎的。就是只要你有劳动，你有体力，你就可以去做。像保安也是这样的。所以他们不会对保安有很多系统的培训。但只要你看到市场会有一些问题的话，你就可以去管。对，是这样的状态。还有像这张也是特勤，特勤都是特勤。对，这些都是特勤，都是这些特勤是去做一个会展的特勤。因为深圳有很多会展，比如说产品展、面料展，像这样的东西，他们会招特勤，然后一天其实只是要暴晒几个小时，大概八九个小时左右。但是他其实给的钱还是挺多的，一天有100到200，这样，所以他们也觉得很开心。然后在深圳，在深圳，特别是龙华区，因为那里都是，都是这种可以说是，比较不需要那么多要求的人，所以他们的，生活成本很低。就比如说日租房10块钱、20块钱，然后网吧包夜只要10块钱，上网一块钱一个小时，是全中国最低的地方。所以100块钱大概能花多久？如果是100块钱的话，我觉得只要吃饭和住宿的话，可以花4-5天。四五天？对，100块钱。你会这么做吗？我有试图做过这样东西，然后他们的烟会就是散装买，所以可能5毛钱1块钱一根。然后瓜子他们也会，就是不是那种大包的，而是一小捆，就一小袋一把一把的那种卖。对，我觉得我可以在那里那个生活。然后我也只会买，比如说早饭我会吃茶叶蛋，就是吃两个茶叶蛋，然后吃那里的肠粉，就广东人喜欢早上吃那种
有点淡的，有点生菜的肠粉这样的东西。嗯嗯嗯。然后住宿的话，我一开始其实是住在日租房里或者睡大街这样的地方，嗯嗯，但后面就是实在忍受不了，因为他们说那里会有很多疾病，然后床上会有跳蚤，哦，然后因为 也便宜，他们不能花人力物力去，去清理这些床铺，嗯嗯嗯，然后流动性又大，嗯，然后我就后面到后期我就住在格林豪泰里了，对，就住在快捷酒店里，突然变豪华，对，然后对我其实觉得其实有些问题是很不好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做过一个导游，嗯，这个导游他是。我可以找一下这个照片先。这个导游他是一个，是一个那个深圳的学校，嗯，就是这个小学，他们比如说，要那种春游秋游嘛，嗯，然后他们就会找一些外包的导游公司，嗯，然后导游公司人手又不够，所以他们就会，做。找日结工去做导游，但是这个日结工因为他们又没有什么文化水准或者也不能带队，嗯，然后他们就找一个主要的导游带一个副导游，嗯，然后其实这些人真的都是日结工，然后他们也没看我们的身份证，嗯，就只是这样招了我们，这个其实我很想去揭露这个导游公司，它叫东方阳光教育发展有限公司，对。就是这些日结工其实他们都有很多疾病，然后他们每天只要有钱了他们会去，按摩，嗯，会去修车，对，修车也是一个很亚文化的职业，只有那里可能看到，就是修车可能就去找女人，嗯，对，嗯，然后那个他们会把车子分很多品牌，就是他们会做这种很艺术上的这种车子品牌的对应，比如说丰田就是比较廉价的，但是又可以性价比高，性价比高的东西，然后就是别克它可能就是比较耐久的性价比高，所以每个女人都会有哪一个那里的女人都会有一个车子的型号，不是说每一个女人都有车子型号，而是每一种女人都有车子型号。车子型号一开始，所以那里有很多很多人从事这种职业，对，所以他们也归类为山河大神，他们也算山河大神的一种，嗯，对，他们也可能是两三天才工作一次的这样的东西，哦哦哦哦，他们很多是楼凤，哦哦哦，楼凤，对，像这样的。然后对，他们也算这个群体，而且很多人也会去认识这些三个大师，也会认识这些人，嗯，也主要是因为当地的工厂太多，然后工厂都是招男人比较多，嗯嗯，所以这样的行业其实在当地很流行，然后又他们又付不起很多的钱，嗯 嗯, 嗯，然后这些东西这些女人他们一开始都是按价钱来分车型，但慢慢的他们会按体型来分车型，你可以想体型，对，你可以想象一下，比如说 Alfa Romeo 是什么样的女人，比如说他们会叫胖的女人叫坦克，对，他们会有这样的区分，哦，对，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桑塔纳又是什么样的女人，桑塔纳，对，知道，所以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桑塔纳可能就比较老，嗯嗯，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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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比较老，然后然后又比较廉价，比较大家都会用，嗯哦哦，对，像这样的东西，奥拓可能就是老的比较掉牙了又便宜，哦，但是可能开都开不起来了，哦，这样的车就是奥拓，好好笑，对，那我们能介绍一下其他的，又比如说哪一张你觉得很好，然后这个就是一个富士康的厂工。嗯，然后他自拍吗？对，他自拍，你看他用的手机壳和他穿的衣服其实都表现出一个很统一的状态，嗯，然后又很爱漂亮，嗯，挺漂亮的其实，然后就是在三河龙华区修车，他们会有个类别叫厂妹，哦，就是厂妹，他已经不是就是
现在在上海在大城市会说比如说学生妹比如说空姐。我之前是厂妹啊。哦你也挺棒的。对就是厂妹它已经成了一个类别因为那里厂妹很多。是是是是。对。我们会互相说对方是厂妹。是对。很好笑。还有就很多超现实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人他就是一个三和大神但他背后写的 Dole Street Market。就是 Dole Street Market 就是 Dover Street Market 对它是一个川久保玲的一个像设计师集合店一样的东西知道对就是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像比如说这个人西蒙吹雪吗对他不是西蒙吹雪当地人叫他白眉大仙他的衣服都自己做的他是男的还是女的他是一个男的我跟他聊过我问他就是你在这里干嘛他说没钱我说你衣服是自己做的吗他说是自己做的他就是一个服装设计师哦他说他自己是服装设计师、就是、他说他自己是个服装设计师衣服都是他自己定做的哦然后他每天也什么都不干我也不知道他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可能是做衣服、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但是他我没有看到他做衣服他就会在一个公园里面躺着坐着、然后用公园的器材去锻炼锻炼身体就这样好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照片吗好我记得那个春花卷对花卷花 卷, 花卷在下面花卷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就这个对这个花卷很像 Tanga 对 Tanga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它是一个它是一个给男人在晚上如果没有女人的时候又没有买钱买充气娃娃的时候可以用来开心的一件事情对就是花卷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花卷它是其实是一个、中间夹着那个会有火腿肠的那个包子热狗卷对但可能它可以选配这个火腿肠你要不要这是你拍的还是这是一个工友发给我的哦就是我的很多照片都是我让工友发给我的然后他们可能是在QQ 群里面也可能在贴吧里我找到了一些人还有真实认识的一些人对他们会发给我一些奇奇怪怪的照片我如果觉得好的话我会给他们一些 commission 对他们会知道你要的 taste 是什么吗他们其实这个也很好玩一开始他们不知道他们就觉得可能拍一些人多的然后比如说一些志愿者在那里理发啊或者一些黑心的那个中介的一些照片一开始觉得那些东西很有意思但后面他们会慢慢的知道我其实想要的是更多这个亚文化群体的一些类型化的东西就比如说这个花卷就比如说大家抽的那些散装的香烟就比如说有的人他们偷来的电动车还有一些共享单车他们堆在一起的样子然后比如说他们会经常去小便那个地方像这样的类型化的东西可能是他们后面觉得我更想要的所以你现在还有跟他们保持联系吗我现在没有再继续这个项目因为我可能最近刚回来上海我有点忙然后但是我如果想联系的话我可以再去找他们再给我这些东西哦对然后其实我觉得像这个 project 的话我可能收集的一些东西已经差不多够了我可能没有 post 在这上面但是我收集的一些更类型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够了然后我可能之后会再进行一些类型的整理而不只是看上去很猎奇的一些东西给大家看对这张照片是什么这张照片是工友发给我的它有点像就是网上那种社会新闻的一些截图然后其实是他拍的就他真实看见然后拍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拍的但他给我他跟我说了这个故事他就说是一个老婆抓小三的故事对就是我无法去审查他们的真实性但他们其实在了解我想要的感觉之后他们会慢慢的去跟进我想要的感觉就是他们可能这些东西是假的但是只要他们能自圆其说说一个故事而且反映当时的东西的话我就会去选择我觉得是有意思的对而且这也反映了他们在去做一个艺术创作的东西是因为他们在选择他们在 curate 他们给我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真实还是假的东西的话我觉得都其实反映了一些东西还有就比如说像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那个一个流程的记录，嗯，然后上面是一些一个屏幕和一些按键，嗯，就这个东西其实是在厂里的工作的时候，嗯，每个人都是要按照一个时间去按一个键，嗯，然后其实我觉得它很像就是一个游戏，我不知道你们有玩过，叫 Stanley's Parable， 没有，就是叫史丹利的预言，啊，他讲的就是一个一个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嗯，他每天就是要去按一些按键，嗯，然后但按一些按键，然后就是去完成一些工作，嗯，但其实我们仔细想一下，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每个人也就只是按一个按键，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个录影棚工作，我们有人需要做 visual 的东西，有人需要去剪辑的东西，其实我们无可避免的，我每天就只是按一些按键，就算我比如说我在做 DJ， 我去按，嗯，我去转一些 knob，嗯，我去做一些这种音量上的变化，嗯，我去做一些 distortion，嗯，它其实还就也就是在玩按键，嗯嗯，这是一个就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嗯，我们现在拿着话筒它为什么不是一个按键，从拓扑学上来说它就是一个按键，对，所以就其实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去强调这些阶级上的问题？我同样我这样的人，我也可以融入这样的阶级。嗯，所以我觉得，这种阶级的融入感，或者我觉得我在伪装成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更多的是一种融入，而不是伪装了。在有一天，嗯嗯嗯，我会觉得我们做的是同样的事情，嗯，那么做同样事情的东西，这件事情可能就代表我们是一个阶级的东西。嗯，就是这个阶级的定义在。在我去做田野调查去深入的时候，嗯，我已经觉得它被柔化了，嗯嗯，但是它不是从阶级的原始定义的方面，而是从新的在当代意义中，我们在同样的事情它其实就融合了，嗯，对，其实这个我觉得是很共产主义的一个观点，嗯，就是对，我说一下，我觉得我对你这段话的理解啊，就是我觉得你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嗯，我们每个人就算是无论你到多高的阶级，其实你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细的分工，对，然后其实你每个人做的事情，其实每天在进行的工作，你其实是一样的，对，你都是在不停的往这个地方重复，然后更熟练，至此而已。所以如果说其实从每个人，你每天做的事情里面，其实说不出来你们究竟有没有阶级之分。对，其实就是没有阶级。无论你说你到哪个阶级，你始终做的事情就是重复，然后按钮。说到底，你还是社会里面某一个螺丝钉。对，其实我觉得对原来的对阶级的定义，我觉得是有问题的。就是原来可能更偏向于说，偏向于跟资本有关。对，跟你经济上面有关。对。其实对资本主义社会，就所以我们谈论阶级的时候，我们总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框架下面，其实它本来就是一个在谈资本的时候出来的一个产物，嗯嗯，是阶级。但是其实我觉得共产主义在现在已经实现了，嗯，就是如果从我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嗯，大家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但其实这样的观念其实很不好的，嗯，就是对于一个政府去掌权，对于一个社会去进化，嗯，就其实是不好的一个东西，但是发展不发展和发展中又有什么区别呢？就从我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嗯，其实它是一个很禅宗的无常的观点，嗯，就是对，我觉得是很，我觉得我们可以现在就是从这样解读，大家其实都在做一样的事情，嗯，那为什么这个乌托邦的社会已经是不是已经实现了？嗯，我说一下我的看法，我是觉得说，嗯，就是如何说，虽然我们都做着一样的事情，我们做的事情可能并没有说很大区别之分，但是如何能够分配到就职场上的分配上来说，是相对于说比较公平的，或者是大家能够说享受到我跟他们有同等的福利，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才是真正的更共产主义一些，就是如何更，嗯，公平的去分配给他们。那从这个角度来上来说，就是我既然跟你很有钱的人，就是我们虽然阶级上有区别，但我们其实做的是一样的事情，那为什么我分的钱会比你少，或者是我过得为什么会比你差，就是我觉得可能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的话，我对于共产主义还是偏向于说如何福利上
对更加的更好一些。我觉得平等和公平是两个概念。对，就是你刚刚可能说的是更要稍微平等，有资产资源有更好的分配，然后劳动力、嗯、劳动力有更好的分配，他们是有个匹配的、嗯、观点。嗯，但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只是我们这个社会阶级已经产生了，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阶级已经产生了，嗯，但是如果有更多的观点去这样加入进去的话，他们会如果这个观点真的能被传播的话、嗯、他们会更把这个阶级的观念变少。嗯，所以、嗯、是 我希望它能很广泛的传播、嗯、然后在这样观念上的东西如果改变的话，那么慢慢的这些社会的分配、嗯、资源的分配，生产工具的分配、嗯嗯、也会慢慢的被平均、嗯、然后被、嗯、变得更公平，而不是变得更平 平等。不是变得更平等，是更公平。 对，而且就是不要去异化他人，如果我这样说是对的话，因为就是如果当你去不停的异化他人的时候，其实你在不停的去给你们自己里面去分阶级。对，而且对，当你其实在做一个高福利社会的时候，或者你去想要平均分配的时候，想要平等分配的时候，它已经在进行了一个异化。异化的，比如说就像一个黑人，他如果说你在种族歧视我，但是我们可能只说一个很普通的话、嗯、他觉得你在种族歧视，那是不是他自己在种族歧视呢？嗯，是这样的问题、嗯、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说了一个很普通的话、嗯嗯嗯、我们做了一个很普通的事情，但是这些人或者一些专家一些学者，他们就会觉得我们其实在一个不同的阶级里、嗯嗯、在做这些操作。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在觉得异化的时候，其实已经在被异化了。嗯嗯嗯，对，是，我觉得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吧。对，对，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过一下其他照片。可以就是讲一下，就比如说那里的一些有名的人，就是三个大神一些有名的一些标志性的人，比如说这个人他叫鸡哥，嗯，就是。他每次拍照他都会笑，笑得很开心，他笑得很开心，然后所以大家都很喜欢他。嗯，然后他会做他其实是很上进的一个人。嗯，他每天都做就是每段时间都会做一些工作，他不会去做那种日结的工作、嗯、他会去厂里工作。嗯 所以你看到他确实有个地方能住，那已经对他来说很不错，而且你可以看后面那个空间里面其实是挺大的。嗯，对吧、嗯、然后他叫鸡哥是因为他一开始来这里的时候他肩膀上有个小鸡，嗯，所以就是鸡，所以大家给他叫个鸡哥。 对，然后在不同的时期，其实三个大神这个群体他们都会选出一个类似精神领袖的人，这个精神领袖的人是就是也是看他们在这个社群里的曝光度还是什么，他们会有一个了解去选择这样的一个精神领袖一样的人。好像有朋友们有问题。OK， 阶级的是哪个？可以问一下男孩在三河期间印象最深的事吗？印象最深的事，我觉得印象最深的事是，我在富士康。我们偷偷溜进富士康，嗯，然后那个溜进的地方其实很艰难，是在富士康家属的一个幼儿园里去溜进去，嗯，然后因为我们知道富士康以前很多跳楼的事件，然后我们在富士康的，其实富士康很像个大学，它更像一个大学，它有自己的比如说教学楼，就是他们像大学的教学楼可以等同于他们的车间，嗯，然后他们有很多小吃街，然后卖东西的地方，然后在展厅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手机，那个手机是个诺基亚的手机，那上面只有两个电话，一个是110，一个是120，就是可能是员工自己去播出的那个通话记录啊，他们只有这两个，然后所有的富士康的党校都叫幸福生活体验员。党校是什么？叫幸福生活体验馆。哦哦哦，就是他们里面有很多党校，叫生活体验馆，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是一个幸福生活体验馆。对，是一个很讽刺的东西，而且有
除了就是幸福生活体验馆，还有幸福生活体验室。幸福生活体验馆是一个大楼的一样的党校的一个、嗯、一个楼，然后幸福生活体验室是每个车间就是每个车间的那个大楼里面都会有一个这个生活体验室。嗯，对，所以这个还挺有意思的。然后我还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嗯，在三河，有很多彩票店。嗯，然后这个彩票店它有点做的有点像夜店，它有卡座，还有之类的东西。然后很多人他们都会在里面交流谈话，然后去赌实彩，因为实彩来钱来的快，或者搞刮刮乐，嗯，像这样的东西。对，嗯，我觉得有太多有意思的东西，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分享。但是嗯，如果你没有什么特别的快面上的东西，我觉得可以跟你们聊一下。我们谈一下那个卖身份证吧。就身份证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像这张卖出一张身份证，买入一条不归路。其实这个现在这个招牌已经结束了，它应该被什么就是打击黑恶势力重拳出击的这样的招牌去代替了。就是其实每一段时间这个市场都有一个敌人，这当时的敌人是身份证，现在可能就是黑恶势力。就是中国其实也就是每一段时间也只能有个敌人，就是比如说在萨德的时候，我们的敌人是韩国而不是美国，这些东西很奇怪。萨那个导弹就是当时，但我回到正题啊，就是身份证这个东西其实很有意思。就是我之前没去三河的时候，我都不知道身份证能值多少钱。嗯，但是我也是真的去跟那些黑中介聊过，我才真的知道身份证其实是一个很有利可图的市场。嗯，就身份证它可以首先是可以做那种高利贷的网贷。嗯，就是你有一个人有一个身份证，你就可以去做网贷。而且有些这种网贷它是当时是没有归入中国的那种信用体系的，然后就是所以你可以借的很少，但是你可以找很多这种小的机构去借。然后身份证另外的一个用处可以做法人代表，然后这个法人代表的也就是你去给一个黑公司这种皮包公司做法人，那个公司很可能是搞 P2P 的，也很可能是搞那种民间司法借贷的。然后大神就会过去做法人代表，然后这些公司如果一有问题的话，他们就马上卷铺盖跑人。然后留下这个法人他要承担责任。对，然后所以很多大神他们其实名下有几百万几千万的公司。然后他们会卖身份证，然后就是但是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其实你仔细想一下，他们的家在农村，然后有的人甚至跟家里就很多时间没有联系了，然后家里也不知道他们在深圳。就这些就是如果真的要去追债的话可能是找不到人的。然后他们身份证上的这个地址这个地址也有些问题。就是找不到人的，所以他们 nothing to lose， 他们没有任何可以担忧的东西。但是他们没有身份证也意味着他们回不了家。他们如果没有身份证，他们可以买入一些就是假身份证吗？假身份证或者那种已经被掏光所有利用价值的一些身份证。就是去回家。哦，然后最后卖出一张身份证可能价格在100到500不等。就是这个身份证也是会有一些剩余价值。对，身份证。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你去三河的时候其实是中国这那两三年开始非常流行网贷的时候。对，就是各种各样的网贷开始出来，你之前还没有，就是如果你再早几年去的话其实是没有这种状况出现的。因为深圳还很特别，因为深圳怎么说，它互联网发展的特别快，很多互联网公司都是在那几年突然间全部都出来，然后加上之前阿里巴巴，然后有突然出了个花呗什么的，然后突然间就这些东西都突然间就出来了。对，
就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是很其实当代中国的一个缩影，就是这整个我觉得在其他地方根本就找不到。对对，在其他地方根本找不到，而且在其他地方是没有身份证的价值的。嗯嗯 嗯, 嗯, 嗯，就是比如说在国外，就一个身份证也就是你一个证明身份的东西。嗯嗯嗯，但在这里，对，就像你说的，互联网金融，然后还有一些因为中国现在其实是在发展，但是发展受到了停滞的状态。嗯嗯嗯，所以很多这样的民间的机构他们会做出来，然后满足一些人们对金钱的很快的一些需求。嗯嗯嗯，就是这是有市场的，有市场就是因为是有需求的。嗯嗯，是，所以他们才会有这样的产业链产生。嗯，这个产业链就是一个生态圈，是有点灰色地带，但是你又不好说它是不是违法的。嗯嗯，就是他确实就是在做这样的事情。嗯，对。还有那个卖血，他们那里卖血是，他们那里献血是不可以的。对，上次听你说，就是，他们是要那个只能抽血浆。对，他们会做血浆，就是去卖血浆，然后卖血浆的话大概也就600到1000多的一个收入。嗯，但是这个收入其实对他们来说已经很多很多很多了。嗯嗯，对，就是对，就是其实有一些东西法律政策会禁掉。嗯，但是总有它的一些 counterpart。 嗯，一些灰色类似于它的东西会马上起来。嗯，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禁不掉的。嗯，对。我们聊聊其他照片。嗯， Sam。 嗯，刚刚好，我觉得我们就是也可以就是回答一些他们的问题，或者就是聊聊其他照片。有人有问题吗？对，有。他说我们去山河可以赚钱吗？谁都可以去吗？谁都可以去，谁都可以去。我也可以去，为什么大家不能去？就是，但是你们如果想赚钱的话，可能大概就是每个小时赚的也就10几块到20块不等。就是如果做厂工的话，因为它更算是一个体制内的东西，它是有一些最低生活标准啊什么的，这个界就是规约束的。嗯，所以它会价格比较高。其实有些富士康的员工，他们一个月可以拿到10000多，因为他们会加班。哦，就是他们可以拿到10000多，但是他们的管理又是十分严格的。嗯，然后比如说一些日结工的话，因为其实这本来就是很灰色的东西了，他们身份证也不会看。或者就是一些兼职这样的东西。嗯，那么他们就会拿的比较少，比如说一个小时也就10块。嗯，然后可能工作10几个小时20个小时，他也就给你100多块。嗯，像这样的东西。然后有人问说，你接触到的山河女性给你或者记得比较深，接触有什么印象？就对你接触到的山河女性啊，我觉得山河女性的话有2-3个人吧。就是第一个人是叫红姐。嗯，然后红姐是一个山河领袖一样的人物。嗯，然后她是是一个 escort， 就是每个人都可以跟她付点钱，然后交换一些性服务。嗯，他的那个收费很便宜，可能就几十块。嗯，然后快餐100多块。嗯，200块就可以包夜。然后他会经常的去组织一些大神去聚餐。嗯，然后因为他其实是离钱最近的一个东西。嗯，他在那个地方他有很多很多人去购买他的服务。嗯，然后他就会组织那些人聚餐，他也有很多的影响力。嗯，他会给那些人有一些接济，有的时候。嗯嗯，他有一个徒弟叫林晓，林晓之前有一张照片在网络上很火，就是他那个侧脸拍得很好看。嗯，然后
林晓是向红姐捡来的一个人，他也是走投无路，然后红姐把他捡到了。嗯嗯嗯。然后他也在那里做这样的事情。嗯。还有一个就是，是一个男的，他，可能好像有照片。对。他可能就是一开始也是长工吧，对。这个吗？对。然后他觉得就是干这个更能赚钱，然后他就变成了一个，他没有，他不是 transgender， 他就是一个很，一个化了妆的、戴着假发的一个男人。嗯。然后后面有一些很猥琐的男人，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在里看他的戏，嗯、或者他其实也从事一些性服务。就是它的价格也是很便宜的，嗯，就是像这样，就还是有这样的女性会有出现，但是，那里的女性要么就是厂工，要么就是中介，嗯，要么就是这样的人，只有这三种人，嗯、很少有其他的人，嗯，就是女性的类别会比那里的人更少一点，嗯，而且女性不会做日结，因为女性，她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嗯嗯，她们可以做服务员，嗯，她们可以做中介，嗯，然后。因为服务对象都是男性，所以女性很吃香。嗯嗯。然后他们有更好的选择，所以他们一般不会去从事这样的行业。嗯嗯。对。然后，咦，线路。对，红姐在贴吧是很有名，因为红姐已经成为了一个精神领袖了一样的人物嘛。她是很有特征的一个人。然后我其实还有一个视频是有红姐的，是别人发给我的。对，红姐就是是有一个红姐，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是一个大家说红姐你能不能跟我搞网恋，有一个大神问他在一个，是你的工友发给你。对对对，是的。还有像这样一个女性，她叫小红帽。嗯。然后她是经常在龙华公园里跳舞。然后我是在接触一个人叫二百五的时候去接触她的。二百五是一个经常在龙华公园跳舞，然后像这样。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声音。对，就是二百五是一个经常在龙华公园跳舞，然后。去跟年老的女性上床，然后维持生计的一个人，他也很有名啊。就这里可以看到二百五的视频，但二百五也很老啊。对，二百五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人吧，但是那你的年龄区分很大，有十几岁、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都有。十几岁的人可能更能就是接受点苦，因为刚从。农村出来，嗯，但是像这样的人，他们就是老油条了，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方式去赚钱，自己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还有一个，比如说叫太平天国的人，他每天就是很趾高气扬的。所以先说刚那个，就是他们这些男大神，他们也会去做。prostitute 这种工作，去服务龙华公园里面跳舞的大妈们。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prostitute， 就是他就是只是为了这个东西来维持生计。嗯。然后他可能现在慢慢的有人可以做点直播，就用直播来赚钱，因为直播也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对。然后比如说像这个人是叫太平天国洪先生。嗯。他。其实他哥哥是有一个厂，然后他每个月会有一些那个生活费，但他就是住在那里。嗯，据说他是有就是精神疾病，所以他相当于有个免死金牌。嗯，所以他每天都可以趾高气扬的在那里，走来走去，然后去彩票店赌博。嗯，对他来说，其实就有这样生活费的资助是没有什么后顾之忧的。嗯，大家都会。在彩票店看到他，如果你现在在龙华，他一定也现在睡在彩票店里。哦，对，他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我们要聊聊其他照片。嗯，还有什么照片你觉得特别有意思？我看一下，还
还有比如说这样的，像这样的照片，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是假装找工作，就是这下面写的是求职人员登记嘛，嗯，然后他们就在这里睡觉，嗯，然后其实大厅里那些中介的大厅里大家也是在那里充电，嗯，然后大厅里还甚至还有一个大屏幕是滚动的播放电影，嗯，所以这些人在那里有很好的就是休息的地方，像比如说这种简历注册然后所有人都在睡觉就是没有人在真正的找工作，这是那里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应该还有一张照片是讲，对，是讲那些人在求职台前面睡觉，在求职台前面睡觉，然后上面有个下面一个简历丢在地上，嗯，就是没有人在找工作，大家都只在休息，嗯嗯，而且大家休息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聊出来，如果他们想做艺术的话，嗯，他们可以做很多艺术，嗯，可以做很多作品，嗯，就是甚至也有很多人你看在他们做了作品，像比如说像在他们在一个龙华的碑上，龙华的那个碑上面写就是三河大神来过，老表到此一游，这像比如说这个东西就是那个我说的那个服装设计师他做了一个，像如果你说他是一个 performance art， 你也可以觉得这是个 performance art， 他在像 Rick Owen， 对像 Rick Owen 啊，像比如说这个高价回收二手女人，就是他们就是像个 performance， 嗯，对，然后我还可以再找一些我觉得他们很 performance 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人他从外面捡了一个沙发，捡了一个凳子，但他就再也不想走了，因为如果他走了的话，他的东西会被抢掉，所以他就一直躺在那里。嗯，然后他也会让别人给他买东西过来，就是跟买一些方便面啊，买一些瓜子啊，再买一些甘蔗，嗯，在这里磕，然后当他一走，他这个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他有点像那种 Coach Potato 状态，只是他没有电视机。嗯，对，是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都很 performance， 而且是很，很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东西，一个寺庙，对，一个寺庙。他们是在躺在一个寺庙里，他们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这个寺庙他搞了一个开放日，可以就是让别人过去冥想或者怎么样，然后这些人就过去了，因为这个寺庙肯定更干净，然后比日租房也更便宜，也开心，所以大家都过去，然后僧侣就不开心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又你其实又在谈社会，又在谈宗教，就是宗教到底能不能包容一些这样的人，嗯，就是他既然要普度众生，嗯，那这种人算不算众生？为什么僧侣会不开心？嗯，所以这样的东西很有意思。有人问说，躺在沙发上的人的钱是哪里来的？哦，他会做日结，他会做100块钱，然后一天的日结，然后在沙发上躺五天，沙发上躺五天，然后如果这五天后运气好，沙发还在那里；五天后运气不好，沙发就没了，就是这样的状态。嗯。还有比如说这个投诉的一个窗口被砸掉，中介的投诉的窗口被砸掉了，嗯，就是因为那里有很多真的有很多黑中介他们有几种东西去赚钱，第一种是比如介绍一个人你可以赚钱，另外就是他可以克扣工时费，就比如说这个工时他其实是报了30块一个小时的，他可以给你压到10几块20块一个小时，然后就中间这一部分钱他们拿走，对，这样子他每你只要每一个小时干事情他都可以拿点钱，嗯嗯，所以其实这样是很有钱的。还有这个东西我就觉得也是一个很艺术的东西，就是有个洞旁边写了一个就是 blow job， 就都有很多很艺术的东西。这个人他就用个透明的东西把自己绑起来，其实他根本不需要一个真的能遮盖的东西，他只是需要有一个保温的东西，嗯，他就不在乎自己是什么样子，就是你完全可以找个被子，嗯，就是那里有很多被子可以找，但他根本不在乎，他只想保暖，他只想保暖，他甚至也可能是他想让那些能给他钱的人知道他在这里，嗯，但我不知道这人是谁，嗯，其实他可能也是一个精神领袖一样的人物。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这个被子上还有报纸上面还有个人，我不知道他是谁，
感觉还挺有意思的。嗯，对，反正就这样，就是有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人。还有这个东西我也觉得很难一说，就是谁拿走了我新买的裤子，请尽快拿回来放回我车里。对，他还搞了一些这种，否则我帮网络截图上传，这种裤子 lookbook 的这种感觉，还好像告诉你，他说不是这个裤子，是这个裤子，是这样的裤子，不是这个裤子，然后还搞了这种网络截图，在找那个人偷走他的裤子。对，这很艺术啊，你能说这不是一个艺术作品吗？是艺术。对，而且你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警察，去截这些图下来，去查那个监控摄像，但这个裤子只是为了拿回这条裤子。对，还告诉别人不是这条，是那条。所以这也很有意思。嗯，大概就是这样吧，也差不多过了这样的东西。还有就是有人裸体在这样做，在街上走，那他们根本不在乎，旁边写着花开盛世，有春光乍泄的感觉，花开盛世的感觉。对，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有感染力或者很有冲击力的一个东西。 iconic。 对，所以 iconic 或者一种 urban legend 的感觉在这里面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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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东西，就是，对，这就是那个小红帽，就是我之前说的喜欢在龙华公园跳舞的。我们大家看到他的时候，他一定在跳舞。嗯，哎，他就是会戴着红帽。嗯，所以他就是真的就是小红帽。但他是 prostitute 吗？他不是，他不是，他就是一个正常的大妈。对。Story 里的一二三怎么回事？是哪个 Story 里的一二三？嗯，上面最上面那个一二三。哦，这个人可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先。他，哦。啊、oh, 一就是，这是大家在搞笑的一个东西，但我也不知道它是不是有真实的发生。嗯、就是他是就是那样的工人，然后他最后就是死了，所以他这是一个记录他一个过程的一个 documentary。哦、oh, ，对，但是网络上面传的。对，但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真实，对，也是工人给我的。但是其实我知道会有很多很多人在那里死掉。嗯，因为他们生活状态不好。你有看过吗？我看到过有家人去悼念一个人、嗯、而且我好像拍到了这样的照片，就家人去悼念人的这个照片。嗯，我应该很早的时候去拍的。嗯，对，像这样，这其实后面是一个日租房网吧一样的东西啊、哦，然后家人就过去悼念，然后如果有人死掉的话，悼念他的话会有很多很多人去围观，大家都会去悼念他，因为这是 community 啊、哦，对，大家会去围观，觉得是自己人，是自己人。嗯，对，天哪、嗯、对，虽然就是很可怜，但是大家都会去悼念，其实也是一个 community 自己的一种、怜悯和互补，嗯嗯，这样的感觉。所以你觉得说他们是一个 community 对你来说？对，是超级 community 的感觉。只要你一天是三和大神，你永远是三和大神。所以我现在觉得我自己是三和大神。你有时候还会想要去回去看一下他们吗？我很想念他们，就是我会去回去看他们。但是我觉得我回去看他们的形式不是去怜悯他们，而是我还是同样的去做这些工作。就是这样子，你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融入他们。对，像比如说这个人其实看上去真的很艺术。嗯，对，是他穿的很像英国人。嗯， Londoner。 对，他就很英国啊，就是很超级英国，大家不觉得吗？嗯，就是衬衫，一个 trench coat， 一个，对。对，我觉得
应该就是，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就是可以真的去看一下，或者去看一下贴吧，就是龙华的贴吧，而不是三河大神贴吧，因为三河大神贴吧现在已经太多外人了，太多外人了，就不是圈内人了。对，龙华贴吧直接百度上搜得到吗？可以啊，龙华贴、就查龙华吧吧。龙华吧，对，龙华吧可以去看一下。对，还有，然后他们好像有很多亚文化词语，类似什么挂鼻面啊，对，类似这种东西，就是你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亚文化词语的？因为深圳它本来就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地方，嗯，就是它的文化都是外来文化，那么。其实有点像希腊以前那些人讨论，聚集在那个阶梯上面去讨论哲学艺术一样。嗯嗯，这些文化哲学形而上的东西可以被讨论出来，为什么这种消费主义时代，我们这种很小的点的这些词语的新理解不能被讨论出来呢？嗯，就是只要人多，只要这个人口流动性够强，它会有从里面到外面，从外面到里面的这样的新的东西带进去，嗯，它就会有产生新的改变。就挂逼面这个东西，它是是那里一个面馆叫双峰面馆，嗯，这个双峰面馆老板人也挺好的，就是那个面原来是3块钱2块钱，后面变成4块钱5块钱，嗯，就是它是很便宜的一个状态，大家都说。如果你实在不行了，你就去双峰面馆吃一碗挂壁面，然后它东西有很多。嗯，我也经常去吃挂壁面，其实挺好吃的。嗯嗯嗯，对。还有就是，比如说青蓝大水，为什么叫大水呢？是因为它是一个2块钱可以买到一个1.5升的一个水，就是便宜。嗯，对。然后还有很多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你会发现，比如说两个网吧之间。中间会有一些去不去网吧的人在那里睡觉，嗯，然后左边那个网吧叫喜羊羊，右边那个网吧叫灰太狼，就是这种，这种名字，嗯，这种行为，它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东西。嗯，你如果去很 local， 很 local 又很中国，很好理解，对。然后你又去，如果去那个 environment 去 contextualize 这个 discourse。你会觉得有很多很多东西，会出来，就是对你的灵感也会有帮助。嗯，对。嗯，然后其实我想跟你讨论一下，就是，华强北那边其实是跟硅谷那边它的经济模式其实相差是非常大的。如果就是他们那边像是深圳。华强北他那边的经济模式，他其实是sharing 的那种感觉，就是他们是共享经济的感觉，因为他们每个档口，他们会有这个档口就专门卖芯片，各种各样的芯片，我这个档口就只卖摄像头，各种各样的摄像头，然后我这个人如果我要去做手机的话，我是可以说我从这里买完我去组装我的手机或者是我的电脑组装属于这个公司想要的东西。它跟硅谷那种说啊，我要你这个摄像头，我就要买你版权什么的，这种相差很大。它有点很像就是共享经济的感觉。然后我想问一下说，就是你觉得这是中国特有的吗？还是说不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这个东西，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首先中国不是不太在乎知识产权的，大家都知道。然后所有的比如说衣服，他们也会做一个很山寨的，比如说 GUCCI 他们会改成CUCCI 这样的东西，就是他们不在乎知识产权，他们只在乎这个东西是不是实用。而且就是比如说他这样的一个，你说所谓的共享经济，可能更是跟，因为中国他们很多有配件公司，他们做的是电子配件，然后每个公司不是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而是那种更小一点的公司，他们可能就是整个东西就只做一个配件，因为中国现在还是在就是整个不管是电子产业还是金融产业，都是在一个产业链下游的状态，就是主要的业务都会在在欧美国家完成，就是
我觉得它是跟就是你说的华强北这些东西，它是跟深圳龙华的这些工厂也有所对应，就是这些配件的产生。而且就是你说去组装这些东西，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这其实很好，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就算你去做，就算是手机厂家，他们仍然也是在组装不同的东西，这就是一个 global sourcing 的时代，嗯，就是他们也是，但是你可以在深圳就完成你的 global sourcing， 对，你不需要去到全球，对，因为首先深圳也靠近香港，嗯，就是这种import 的。嗯嗯的成本是很低的，嗯，然后他们又有自己的那个生产配件的腹地，嗯嗯，所以它又造成了一个这样的状态，嗯，然后对，就比如说 Silicon Valley 就是也是因为那里大学多，嗯，然后他们可以有一个人才的补给，那我们这里工人多，那我们就有一个劳动力的补给，嗯，密集的劳动力的补给，然后对，我觉得现在就是手机厂商他们也都是在用各个地方的系统，用各个地方的配件，嗯，所以我们如果能在这个层面上自己去组装一些手机，那又何乐而不为呢？嗯嗯，对。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嗯，就是低欲望社会，你跟觉得说跟中国商所谓的山河大神他们有没有内在的联系，或者是你有没有什么感触？因为当初我知道山河大神的时候，我是刚好差不多时期我了解到日本他们所谓说的低欲望社会，然后他们跟他们当初的就是经济开始下滑，然后有点泡沫化，经济开始打破这个泡沫的时候开始出现的东西，嗯，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这些人山河大神可以，他们其实也是属于无欲无求的，可以说他们只想要就是怎么说，可能是虚拟的世界也好，他们对现实世界好像没有太大的欲望。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我觉得日本的低欲望社会和中国的低欲望社会，就是三和大神这样的东西，是属于不同社会背景下的东西，但其实他们的实质都是一种很当代的犬儒主义。嗯，就是什么是犬儒主义？就是 cynical， 或者一种就是可以解释一下吗？一种 nihilist， 就是一种虚无主义，一种犬儒主义。嗯，像这样的东西，就是犬儒主义，就是在希腊，然后有一个狄欧根尼这样的一个人，他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水罐子里，然后每天就一个头出来，但是旁边有很多，就他为什么叫犬儒，是因为旁边有很多狗，像他生活一样，然后他就觉得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就是我每天在这里就好，但其实这样的人他们又会集群一大帮人去在那里瞻仰他，他有很多 followers， 就是所以我觉得犬儒主义是一种很表现的虚无主义，就是它是一个 performance art， 就是如果你要虚无的话，那你就像日本那些低欲望的人，去窝在家里，那可能就是真的一种虚无主义，就我不想见到任何人。但其实三和这些人他有一种他就是像改良的虚无主义的犬儒主义，就他们是想去交流的，他们每天是想去找工作，然后假装去找工作，想跟很多人交谈，所以就组成了这样的 community。 但是日本的低欲望社会每个人就窝在家里宅男，他是不可能有这样的 community， 他们是更个体化的，对，他们是更个体化的，所以他们更像虚无主义，而这些人更像犬儒主义。是这样的。对，虚无主义，另外一个更像犬儒主义。而且像三和大神这样的人，他们跟他们交谈的时候，他们会很多的发表对社会、对政府、对现代的生存方式的一种不满。所以他们真的可能是犬儒主义的一些
一些后面的去支持犬儒主义的人。然后你觉得犬儒跟佛系有什么区别吗？我觉得佛系是一种当代犬儒主义，就是其实佛系就是佛有很多佛，就信佛有信比如说密宗有禅宗净土宗，但是佛系应该是当代年轻人对于自己的自称，就是他们会说我是佛系青年。我觉得佛系可能是我们所谓的佛系是更禅宗的佛系，就是他们会觉得世间无常，万物都会有消逝的地方，所以他们才选择不去做某一些事情，不去采取一些行动。我觉得他是更禅宗的一些佛系。而且佛系青年他们的表现形式有各种各样。就是他们就是你说一个人佛系，他可以是思想佛系，但他表现得很还是工作的样子。也可能是工作是很佛系的人，但是思想是很激进的样子。就是这个表现的层次我们不能确定这个佛系怎么样的。但是如果是犬儒的话，他必须是说这是一个思想上的东西，这是一个主义的东西。就是佛系不是一个主义，我觉得佛系是一个状态。是犬儒是个主义。嗯，对，就是这是很基本的一个区别。对，犬儒它更像是一种你的信仰。就是你已经本身就很虚无，但是又想表现，你又想表示愤世嫉俗的地方。对，然后你怎么理解来了就是深圳人这句话？就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来了就是深圳人，就深圳人其实也是三合的一个投影吧。就是三合如果是更小的话，那深圳人就是更大的一个这个社会，这个 community。其实深圳最早就是像社区一样慢慢建设起来的。就是因为有一些产业在那里，然后慢慢的带动了这些人物的人流的immigration 就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其实三合也是一样的状态，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来自不同五湖四海的人。他们集聚了这样一些的产业，作为核心，然后慢慢的发展起来。就是其实我觉得这句话你可能比我有更多的感受。因为我是广东人，所以对于我觉得的来了就是深圳人的话，对于父母辈那一辈人来说，有可能是非常有可能实现的，因为广东人往广东人里面迁移户口其实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从小城市去到大城市，他们其实大部分人是去做个体户，就做从商，他们不会说去打工或者是去工厂里面打工。但是包括我们讲了三和大神，他们是第三代的农民工嘛，那他们第一二代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少人能够真正留在城市里面，就是能够跨越阶级或怎么样。但是对于说广东往广东里面，然后他们从事个体户，其实是在第一第二代农民工时代是非常好跳的，因为大部分在深圳很有钱的人其实都是潮州这一块的人，就是潮州或者是附近就这一块人，因为他们都是去那里从商的。对，所以他们最后都是做成了怎么说工厂老板，然后就是最后可能做了很大的公司，什么电子企业有可能是他们的，所以大部分人都是从事个体户，所以他们都还是生活的不错。但是像是第三代农民工，第一第二代农民工就可能情况会相对来说差一些，就他们可能第一第二代到第三代都还是没有有好转，或者是那一代有跨越阶级的迹象，因为他们一开始去到那里其实就已经算是被排除为一个外省的，就是你去的时候已经是大家会包对你的印象是你是其他省份的，你不是广东省里面的。你觉得美国梦和来了都是深圳人这句话又有什么关系吗？我觉得都一样，因为美国梦是没有，就是你放在那当初的美国梦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当初你有很多很多的就是机会，所以它才会有这样一个词，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或者是美国梦这一说。但是换到你第三代的时候，如果你还持有这种幻想，就其实是已经很难去跨越了。就是你现在如果是一个美国人，你不会说我要实现我的美国梦，因为这个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因为阶级已经相对固化了。对，所以为什么会产生山河大神，对我的概念来说，也是因为说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没有，就是没有 no way to going up， 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们父母亲已经尝试过所谓的深圳梦、美国梦，对，但是他们没有实现，反而是他们的生活质量还是那样子，然后每天要做着这么无聊的工作，那我倒不如还是投身于虚拟的世界更好玩一些。所以他们会选择说我还是做日结工作，或者是我卖掉身份证我也无所谓，就是这是我理解中对于山河大神的感觉，可能更偏向于跟对整个社会联系起来吧。然后我也想问一下说，就是这个项目之后你是有什么样的打算，要再继续做这个山河 Great God 这个账号的运营吗？然后包括之后有什么样的打算？我觉得这个公众号可能就是这 Instagram 还会继续做下去，然后我之后会会更偏艺术的方面带，因为我觉得这个群体已经差不多的能说完了。我可能会找一些工人，他们自己画一些画，就比如说我之前收到了一些工人他们画的插画。对，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东西。然后这个工人他自己画的吗？对，是一个工人发给我的。他进医院了。还有就是什么动员大会，然后把一个人画的特别大，旁边画的特别小，下面就是一些面无，就是可以说没有什么 identity 的人。像这样的，这就是海星星人才人力资源中心，下面人家叫他海星星大酒店。是因为大家都在那里睡觉。他有很好的隔断。就他其实在每一个这个小的商铺中间它都会有出来一个东西，那你就可以躺在里面，然后旁边的人会看不到。这就是一个天龙大道夜总会吧，然后就是有一个穿得很暴露的女人，就我会做一下类似于这样的东西，然后想从工人阶级他们自己的角度来做一些艺术品。就是也可能会让他们做一些那种 found objects 的一些装置。就如果可以的话，然后也会做一些我自己这边的一些漫画的改作、改造。然后能把它做成一些很周边的东西，然后这些拿过来的钱我也会就是去回报给他们给我的给我这些作品的人。我想能做出一下，就是因为我你要开发另外一个产业链，叫做山河大神艺术产业链。其实是可以这样的，而且因为它真的是一个文化已经出来了。然后为什么我把我这个 project 我把它归成 NGO？ 我也是觉得我是在做一个 NGO 的一个事情。其实我们前两天跟我老板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话，就是他在问说，中国有没有自下而上的一种文化？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文化，就是我们在讲，就是举个例子，就是伦敦，就是英国好了。因为他是英国人，他说英国的话，他会就是像是工服什么，那一开始其实是工人穿的，但是这些 working class 之后，他们工服慢慢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东西，它是一个，而且像是 Graham， 就是他一开始是伦敦那边比较 ghetto 的地方的音乐，然后慢慢变成非常主流，然后非常 popular 的东西，就是上流，就是你已经不分阶级了。所以就在说中国有没有这东西，然后想了半天，中国没有。中国现在大部分的文化都是西方的文化，然后
中国本土比较下面的文化一直都没有上去。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我想说两个东西，一个是其实工人阶级在英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英国有个地方叫 East End， 就 East End， 他们会穿，就女的他们会穿那种 jumpsuit，会穿那种超级 sports 的东西，然后那种人他们也会规划定义成那种人是一类人，但是那他们的穿着也没有被普及，就是我觉得比如说工服这个东西他们被普及是一个很小概率的东西，就比如说像朋克里面有一个叫 Oi Punk， 就是 Oi， 就是他们会做 skinhead， 然后是超级 working class 的 punk， 就是这也会有，就是然后还有就比如说英国有一些足球俱乐部那种 hooligan 文化，就是也都没有特别普及出来，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叫就我家旁边有一个球队叫 Millwall， 然后他们那个 hooligan 组织叫 Bushwhacker， 就他们的口号是什么 You don't like me, I don't care， 就是他们是可能是最黑的一个就 hooligan， 他们有自己的穿着，但是这个东西也没有被普及，就是我觉得比如说三和大神的这样文化，它其实可以被普及，但是需要一个革命。其实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社会，也是已经也是被共产被 CCP 普及了。就是我们现在所有的文化难道不都是 CCP 根据其他的文化，根据自己的文化，根据农民的文化结合起来的一个，因为我们革命成功了。我们这个七十周年这个 anniversary 国庆马上要到了，对，我所以就是想宣扬一下这个中国政府这样做的事情很好，就是融合然后改良，我觉得很棒，是一个很棒的这个文化，这个文化，对，被阿姨垄断了，对，我觉得就其实我们现在所有的穿着，包括我们现在有更多的外国人进来，我们这里也有一些，然后我们现在所有东西都是很融合的状态，这其实是一个中国社会已经改良到很好的一个地步的产物，你说现在中国是一个 developing country， 我并不觉得，而且就算是它是 developing， 我觉得它是超级浪漫的一个，还在融合，还在交流，还有未来的一个状态，develop 不是一个好事，developing 是一个好事，我觉得很棒，是，对，好的，我觉得我们聊得差不多了，我觉得还可以，差不多了吧，我们聊了有一个多小时了，对，那好，谢谢大家今天收听 HACR， 然后有什么问题还可以提出来，谢谢大家 Katie， We finish，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Why you not stop?